压风扇不能很烫。我知道了，那那边上。煎的时候不要夹住，这样子上面上面不要挡住，习惯了就不好。先回先重一点，这家伙前面放的呢，这前面是闹人。还是闹人。
重点，走重点。再搞他两三个，搞五个都行，可以多搞几个没关系。啊，然后后面几个留下，做样品，去捶捶。25个人，真的太好了。